各位亲爱的来宾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很高兴各位登上知音号，参加我们今天的慈善拍卖会，欢迎你们。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，踏普凿花，是件雕刻艺术品。今天辛宝瑞很冷静啊，以前不都很高调吗？他们在等我。怎么，又想跟他老对手较量一番啊？我这次的目的可没那么简单。现在我们将开始竞拍今天最后一件藏品。这件妆花罗袍是民国时期耿氏艺人制作。这件罗袍虽是近代仿名作品，但其做工及成色都非常的完好，采用的是雪烟绫面料，更是我们临海市一绝。现在就有请耿氏后人耿新明女士上台为我们这件拍品揭幕，大家欢迎。下面开始竞拍，起拍价100万，200万，200万，有没有出价比200万高的？250万，250万，艾达的厉总豪气加码50万，谁还有实力与艾达竞争这件藏品？300万，300万，这件雪烟绫妆花罗袍现在的竞拍价已经高达300万了。不愧是临海市服装业的巨头辛宝瑞，这件拍品已经超出我们的预算，你好好想想。350万，350万，350万，比350万高的还有没有？350万一次，400万。看来辛宝瑞的宁总是绝不给爱达的李总喘息的机会啊！现在是400万了，400万一次。400万两次，500万，现在已经500万了，力度破釜沉舟。别冲动，他价格太高了，让李成买单就行。500万一次，500万第二次，600万。回路转，辛宝瑞的宁总举牌600万了，今天拍卖的最高价格600万一次。600万第二次。冷静一点，在这个时候不能意气用事。辛宝瑞，辛宝瑞的豪气今天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记忆深刻，也感谢辛宝瑞为临海的手工艺做出的贡献。接下来就有请辛宝瑞宁总上台说几句话，掌声欢迎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，也感谢 Grace 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让我们这些企业家有机会投身于慈善事业。那我们辛宝瑞作为临海市服装市场的领头人，作为领头人就是要走在前面，指引鼓舞着大家，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我们辛宝瑞的使命，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后人引路，
谢谢大家。